三殿宋帝王，主掌大海之底，东南方卧巧石下的黑绳火地狱。此地狱宽广500由旬，也另设16小地狱：咸卤小地狱、麻旋加牛小地狱、川乐小地狱、铜铁瓜连小地狱、瓜直小地狱、前脊心肝小地狱、蛙眼小地狱、铲皮小地狱、月足小地狱、拔手脚甲小地狱、吸血小地狱、倒吊小地狱、分鱼小地狱、驱柱小地狱、极西小地狱、桃心小地狱。汝在阳世时曾犯以下罪恶：一、不念国君的恩德，不以人民的生计性命为重，当官有地位之时，领受国家俸禄，却不尽忠职守，不顾恤人民的生活。读书人或平民百姓见利忘义。二、身为丈夫的人不行道义，身为妻子的言行不柔顺。三、身为养子养女受长期养育的恩惠，等得到财产立即忘恩负义，离弃养父母回去生父生母身边归宗的人。四、用人或受人之托办事却辜负背叛，职员或基层士官兵背叛主管或长官。五、犯罪入狱却越狱潜逃，或者在押解途中逃走，以致连累了曾经居民廉保的官差与其亲属。经过长时间逃亡却不行忏悔，虽然事后多做善事，仍然要发入地狱受诸苦刑。六、为了讲究风水的年运，以致阻止丧家出殡埋葬，令亡者不得入土为安，造坟挖土时看见地下埋有别人的棺椁或尸骨，却不马上停止换另外的龙穴，以致伤损他人的尸骨。七、为人管账偷窃漏裂的金钱粮食，为业主办事却伙同同事诈财。八、不祭扫祖坟，使其遗失踪迹。九、引诱他人犯法，挑拨是非，教唆打官司，伤人和气。十、写匿名信黑函污蔑别人，捏造公告文章毁损别人的名誉，捏造退婚的字据以帮人解除婚约。十一、出伪造契约来往书信，以诈取别人的钱债券，却没有注销，随便套描别人的签名样式，伪刻别人的印章，用以添加删改账目等等，让后人受害。以上事件有违犯的，查对事情的轻重，派大力鬼先推入大地狱受苦，另外再依所犯事情之类别配入小地狱受苦，受刑期满再转介第四殿加重刑罚，收入地狱。世人假若能于2月初8三殿宋帝王神诞日发誓立愿，境界永远不再违犯，此后就准许转发别的福地，不用进地狱受苦。刚刚有提到一些未能尽忠职守、贪赃枉法的恶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则真实故事。这是民国初年在上海人尽皆知的奇闻。事情是这样的：陈某是一个官宦人家，家里很富足。他在上海去世了，他的太太念夫心切，整天伤心哭泣，想与夫君再见一面。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个会鬼学的法国人，能够把新死去的鬼魂招来与家人见面谈话。于是呢，
程太太请他到家里做法，晚间在客厅里摆好坛，把电灯一熄，法国人就在里面掏诀念咒，约有一点钟功夫，电灯完全又开了，但是呢，却没见到鬼来。唉，这个人很难找，在阴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见他在地狱里，无论怎么叫他也叫不出来。你这个洋鬼子真会骗人，我丈夫一辈子乐善好施，盖庙修桥，不升天也就够冤枉了，为什么反而下地狱呢？你这不是故意侮辱我们吗？那位洋人呢，因为拿不出证据来，无法辩驳，白受了一顿气。好了，如果你可以另外找到心死的人，我可以给你找来做个证明。哎，刚巧程太太有个儿子在昌辽里死了没几天，于是洋人呢重新登坛做法，这一次登坛不一会儿功夫，鬼就来了。你是阿贤吗？是，一点不错。你在阴间怎么样啊？因为我刚死过不久，还在疏散鬼之列，未受拘禁，过几天恐怕一点名就要受拘禁了。我在世的时候整天花街柳巷，吃喝嫖赌，不做正经事，造下这种孽，觉得很对不起你。现在我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也没办法，除非你们能行善布施，念经超度我。在我的衣服里还有一张支票，你可以到银行取出来。家里的事你多费心，要好好照管孩子。哎，佣人到衣服里找一找，果然在口袋里有一张支票。这个时候鬼也哭了，家人也哭了，哎呀，弄得客厅里呀一片哭声啊。最初请咱们父亲，他为什么不来呢？听说他已经到地狱去了。你父亲一辈子行好作善，修建佛寺，舍茶舍药，广做布施，他有什么罪还得下地狱？因为父亲原先穷困的时候在北京做官，有一年正值山西年岁不好，闹饥馑，皇上派他去山西办赈济，国家发了60万两银子的赈济款，父亲违法贪污，完全入私囊了，因此饿死了成千成万的人。后来朝廷又派专使去调查，我父亲行了几万两银子的贿赂，把这件事情就掩饰过去了，因此罪孽太大，所以到阴间没有几天就转到地狱里去了。你父亲一辈子做的善事也不少啊，就是有罪的话，将功折罪也不至于下地狱吧？他的功固然有，究竟抵不过他的罪，有功德将来可以上天去享福，那又是一回事，而现在所欠的这些成千成万人的命债，还得先要来补偿。善恶因果的关系真是错综复杂啊，这样的话我要花些时日仔细算算此生的功过，看看该忏悔多少罪性，做多少善事，才能免去死后的刑罚。人有九算，天有一除，真心忏悔才有用啊。如果仗着有点世间的聪明就可以权衡自己的果报，或以为读诵了几本经典便可以隐躲在菩萨的羽翼下而逃过阎王的法眼，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不过善行是必须的，因为行善所获得的福德好比柴薪，累积足够的福德资粮，方能升起智慧之火，照破无明黑暗，帮助我们远离恶缘，
与恶尽，这才是正知正见了。